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。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五轮，新疆男篮主场狂胜，并且球队在比赛的第二三节连续用单外援作战，主帅阿德江是否有点过于拖大了？还真不是拖大，因为通过首节的表现，阿德江发现辽宁面对新疆在攻防两端都无法抗拒，因此才会有后来的连续两节使用单外援。况且真不是新疆太目中无人，其实是阿德江另有深意。第二节还剩三分钟时，阿德江用曾令旭换下费尔德，是因为他发现费尔德在此前的一次防守中出现了失位，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敲打一下费尔德。在第三节开场不久就换下斯托克斯，一来领先优势已经够大，让斯托克斯下场可以控制分差，给辽宁留一些颜面；二来斯托克斯多一些休息时间，可以蓄积体力应对辽宁可能的反扑，可谓是一举两得，也展示出了阿德江高超的智商和情商。同时都让本土球员上场培养状态，也算是他为总决赛做的提前热身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